可以煮熟。我是第十二组的 NATASHA 阿丽夏。这个月的 KMC 课，我学到了中文课里会用到的中文，让我来分享我学到了什么。来。我学到了，除了早安、午安、晚安，我也可以说早上好、下午好和晚上好。当老师问为什么没来上课，我可以回答因为家里有事。然后呢，在复习或讨论功课的时候，我们会用到拿出笔记，以及讨论、打开第几页等等。在上课的时候呢，老师会说写一写，来读和翻译这个句子。接下来，老师等等，我还没写完，我又一个文迪，这些我在上课的时候会用到的，我也学到了一些在练习课文的时候会用到的句子，例如谁要读这个课文可以举手，可以重复多一次吗？今天的课都精足吗？什么时候要交功课？密码不能用了。这些是下个天会用到的句子。总的来说，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都可以用到这些句子。这个月的 KMC 课对我有很大的帮助，非常感谢 Ken 老师和电视们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